好，我叫 Dale Jerome， 这是我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。我早上四点起床，我在早上四点十五分整理床铺和整理房间。我在早上四点四十分吃早饭。我在早上五点十分洗澡并穿上校服。我早上六点去学校。我早上七点上课。我下午一点吃午饭。我下午二点回到教室。我下午六点回家。我晚上七点做作业。我晚上八点半吃晚餐。